家好。你是 Dora 姐姐吗？是。那你就要做蛋糕给大家。我今天要做巧克力蛋糕。好，很好。来，所以我们现在。等一下，我要做牛奶鸡蛋蛋糕。好，那我们先放这个是什么？牛奶。牛奶。需要奶油，对不对？奶。你需要奶油，等一下要加热，但是要把它融化。有人来了，一个人来了，你说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的配方呢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要先奶油。今天奶油其实不算的，哎，小姐，小姐笑来，好不好？嗯，他会比五啊。小姐笑来，好不好？嗯，他会比五。他没有比五啊，五个人啊，五就代表五个人来啦。你有五个客人了，老板，五个客人来了，七个客人哦，已经有七个客人了，快快快，欢迎光临，七个客人了。好，我们这是无盐奶油，要五个客人。好，无盐奶油三十克。好，等一下哦。那你说无盐奶油？哎，三十克，三十一克。我们多一点好不好？好啊。我们多一点，因为我很想吃很多很多奶油，比较香。我也好想吃哦。好，等一下，等等，我们四十克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可能这会爆掉，变五十克了。好，五十克了，可以吗？ Good， 就是五十克。请问chef，五十克的奶油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那我们就决定五十克了。OK。可以。好。那我们今天奶油就特别多哦，三颗鸡蛋我们要用五十克的奶油，四十九啊，四十九克的奶油对不对？对。几克？刚才三十一克。你看大家都来了，朵拉姐姐好啊，你要跟阿姨说好。阿姨好，好，这是什么阿姨哦？淑华阿姨，还有 Lisa 阿姨，还有 Sana 阿姨，啊叫姐姐，通通都叫姐姐。姐姐好。姐姐好。我们奶油五十。Lisa 阿姨。对。不是那个 Lisa， 不是你们的老师 Lisa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是什么牛奶？这是谁在喝的？奶奶。我 Dora。Dora 喝的。好，那我们也五十克。我们今天配方乱改哦。好，五十克，那麻烦你帮我拿去。四十九克。好，四十九克，可以可以，帮我冰起来好吗？我看到四十九。好，四十九，被你抓到了。快点，帮我拿去。那我们的奶油跟牛奶都五十克，对不对？奶油跟牛奶都五十克，好，放在这边。然后，今天我们的鸡蛋，我们要做海绵，但是我们要用分蛋来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来分蛋来做，我们就先把鸡蛋分开。我们用常温的蛋，用常温的蛋哦，好不好？妹妹，你会分鸡蛋吗？会。请问你是妹妹还是姐姐？姐姐。为什么你是姐姐？因为中班了。你中班哦，中班就可以叫姐姐吗？那大班怎么办？大班就也是姐姐。好，来，我们分鸡蛋，蛋白放这边，嗯，这边蛋黄可以吗？嗯。你知道什么叫做蛋白？知道。哪一种叫蛋白？你比给我看。好，手手不要碰盆子哦，因为我在称重，对不对？会歪掉。嗯，那等一下。等一下给你打。通通都给你打，今天你是chef。我们几个蛋？告诉我。三个。三个蛋，好，今天的鸡蛋不大，三个蛋。所以今天的蛋。你可以告诉我们现在蛋白是几克吗？三十。等一下，不要动。挖出来就好了。哎，被你发现了，挖出来就好了。不是用手收啦。用手收可以啦。用汤匙。没关系，来不及了，我先用手收。这个细带好 ，OK， 手洗干净了哈。嗯，那这一口可以给我吗？可以，但是我很怕你会弄失败，所以来，我们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来，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等一下哦。OK。哎，你要在我的帮助之下完成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来，请你教我们怎么打鸡蛋。好，停，等一下，停，我们放个布，好，用力。好，停，好，转过来。好吧，拨开，小心，拨开，哎，好 ，OK， 好，换来换去，对不对？你会吗？好，蛋白放下去，好，好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不要用蛋壳去抓，用蛋壳会那个，
轻轻的，你把蛋黄抓出来，轻轻的用捞出来，好，轻轻的，啊，蛋宝不要，轻轻的，不可以捏它，好，不可以捏它，好，放给我，好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哇，这里，你好棒哦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手手，你们好棒，拍拍手，黏黏的，黏黏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请洗手，请洗手，请洗手。好，我们的幸福。爸爸，你这是有的。好好，请洗手哈、哦，请大家等多来一下下啊、哦。妈，我开始就不需要这个椅子。好，赶快上。好，我们就把蛋白放进来。没想到多拉第一次分蛋这么的厉害，这么成功。多拉姐姐，你怎么会分蛋的呢？你可以告诉我们吗？因为长大了。因为你本来就会了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我开始可以自己来吗？好好，快点，大家都在等你了。我们要接下一个步骤了。大家等我一下。好，请大家等你一下下。好。大家来了，看几个客人。几个客人？好，你看一下现在几个客人。十九个客人。太棒了，你知道十九个。十八个人。好，没关系。好。七个人。这是我们的蛋白，对不对？放这里。十八个。然后我们的糖不要太多，我们的糖不要太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不要吃那么多。还没，等一下，我们糖不要吃那么多。我们五十克、六十克就好了，因为我们巧克力是苦苦的，所以我们用六十克。我帮你看是六十克。好，你帮我看六十的没有？六十的。超过了，我们看六十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好。然后呢？还需要什么？做蛋糕还需要什么？我。请问你现在需要什么？我们已经有鸡蛋了，有奶油跟牛奶了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粉。什么粉？蛋糕粉，蛋糕粉，对，然后我要帮你。等一下，蛋糕粉，哦好，蛋糕粉70。来，我来，你顾好你的蛋白，这我先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这边需要吗？还没，70，好，就这样子。70就好。对。没有，然后看到就一起煮。然后，我们的。可可粉刚才是60，现在是70。对，70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可可粉，我们的可可粉要用这种。嗯。啊？什么？这种可可粉。来。不要倒。不用倒，不用倒。等一下，我们把它加到牛奶跟那个奶油里面。大家说什么话？23个人哦。好厉害。22个人了。好，我们要20克的。可可粉21的，好，我们20克的可可粉，我们把可可粉27个人嘞。好了，25个，你这样子已经算很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23 19个人，18个人了。妈妈18个人，在看你，不是看我。大家是想看你，不是看我。那你可以装可爱给大家看吗？可以吗？我会傻。等一下，这个有点粗，所以我们先慢慢来。我们用的可可粉呢是法芙娜，可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做那个坚果剩下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会比较粗一点点。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吃的，我们就不要浪费，对不对？可以浪费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能浪费食物？因为那食物，如果你浪费食物会哭。真的吗？那你是不是都有吃 broccoli 呢？你有吃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浪费食物？你为什么不吃 broccoli？ 可以告诉大家吗？因为我不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我。为什么不喜欢？我不想被你发现。我想要被我发现，那你就是浪费食物了。你是不是偷偷的丢掉？没有。有没有偷？不然呢？我在学校没有丢掉，但是我要试试看。你在学校试试看，我们做每件事情是不是都要试试看？是不是？不可以轻言放弃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轻言放弃？妈妈，17个人。你不要看多少个人啊，你就认真的做事情。我们认真做我们的事情，有没有人来看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请问你最近会唱什么歌吗？你可以表演唱歌给大家听吗？我不想要。为什么？我好想听你唱歌，我觉得你唱歌好好听。妈妈还记得陪我爱我有表演阿嘎猪猪猪。好，那你可以表演阿嘎猪猪猪吗？要是 Ready Go。
阿嘎猪猪猪。Stop。为什么 stop？ Why stop？ 好，我们要20克。20克。好，我们要20克的可可粉。真辛苦。要丢掉。对，因为那个不 OK 了，我们把它丢掉。来，20克的可可粉，对不对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要打这个。还没，还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准备我们的机器，对不对？我准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。你先坐好你的位置 ，chef， 我是小帮手，我来准备机器就好了。请你坐好你的位置。你本来是大帮手，而且变成小帮手。对，我变成小帮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大的。啊、那我为什么变成小帮手？因为我 chef， 你是小帮手。OK， 那请问我们今天用的烤模多大？烤模在哪里？这里。多大？你可以告诉大家几公分吗？你讲得出来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哦。你可不可以试试看，猜猜看它多大？几公分？19公分。19？打错了，再来一次。20。15公分。15公分。为什么？它就是15公分。好。啊，它是什么形状的？它是什么形状？你可以告诉大家吗？它是什么形状？它是什么形状？圆形。圆形的，它是圆形的吗？我太高了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炉子吗？你太高了，没关系。好，这样子，好 ，OK。我们这边准备炉子，好，然后我们的机器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准备什么机器？我的。对，这是谁的机器？我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打鸡蛋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，把你装起来。好，我们炉子离多拉姐姐远一点点。然后我们会烫到我。对，我们把它打开，然后加热，隔水加热。好，然后机器在这边加热。那刚才要离那里。来，来，我们来打发鸡蛋，对不对？怎么打？其实这台有点重，对不对？请稍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我们打发，先打发蛋白，这就是不完全的全蛋打发。先加糖打发蛋白，然后再加上蛋黄，再加粉。好，来，请你把机器拿起来，可以吗？两只手，两只手。好，两只手 ，OK。好，我帮你，可以吗？好，请你打开。好 ，OK， 请你打开到最大，最大，不要急着晃，不要急着它，我们再定点就好了，不用摇，不用摇，先不用摇它，知道吗？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等一下才要摇。对。不行，这里要斜斜的。两只手扶着机器。好，两只手扶着机器，对。好，我加一点糖进去喽。第一个
来，好，拿起来哦。OK， 拿好，拿好，拿好，拿好一下，我先把它刮干净。我的小鸟嘴巴。还没，还没，现在还没有小鸟嘴巴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没有好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。什么时候才可以好？小鸟嘴巴。OK， 好，继续。那请你打开机器。打吧。好，中间就好了。再一个，再来，好，停一停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转，我帮你扶着。你两只手，机器呢？机器扶着。好，让多拉姐姐自己来做蛋糕。关转。好，好像有小鸟嘴巴的哦，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吗？暂停，暂停。有小鸟嘴巴了吗？有。可是这小鸟嘴巴有没有很长？有。好，再一点点。好，继续数到三，开三，对，三，一二三。中间三在这里，中间，这样。好，请你准备好，轻轻的转可以吗？好，暂停，暂停，停停。好，有没有想到嘴巴？有，好，你两只手拿着，等一下，停停停，等一下，点一下。好，把它放着，放着，放着。好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急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。你如果急，我们就不要做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来，请你继续打，我帮你倒鸡蛋。哎哎哎，两只手，对，两只手开机。两只手。还好，开机，开二就好了。好，两只手拿好，拿好。你不要转盆子，我帮你转，然后把蛋黄加进去，转，快点转转。扶盆子，你的手把机器扶好比较重要，机器很重，拿好。好，开大一点。好，暂停。好，拿好，你把机器拿起来，机器拿好，机器。好，那你拿好，不要拿掉了，请你拿好，不要拿掉了，可以吗？我再讲一次，请你把机器拿好，不要拿掉了，可以吗？好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开机，开到二。对，二就好了。不要。然后我们这边的巧克力、牛奶跟奶油都混合在一起了。觉得你快失败了，来。
嘴巴。还没，先等一下。刚刚你动作太慢，差一点就失败了。我没有想张嘴巴。不要急，做蛋糕不要急，可以吗？我没有急。好，慢慢来。手给我放开，可以吗？来，把它放在这里。好，还可以，不算失败。你可以再继续帮我再搅拌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好，继续，好，开始。二就好了。非常好 ，perfect。就是它不要转吗？对，不用转，你这样就好了。你拿起来，那高高一点点，好，我来转哦，好，开始，我转哦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我们把它打到泡泡很细。机器也会有啊，你看我们把它打到细细的，对不对？我想打我的机器。今天就已经打了，这台机器不是更棒吗？好，来，然后我们要弄撒粉。我可以给你吗？好，来拿着，然后你这边轻轻撒，这样子像这样轻轻撒，可以吗？来，帮我。好，再来，再来。再来，再来。还有很多粉耶，快点。对，好棒，好棒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，再来，再来。这样，好 ,OK。再来。
来。OK， 好，再来。不要加太快。你都没有粉下来啊！你要粉下来啊！我教你，一只手不要动，用这只手拍拍拍就好了，可以吗？来，一只手不要动，拍拍拍，这样就有了。你两只手都动就很难，就没有粉。好，再来，再下来。这只手不要动，这只手拍，对，或者是你这只手不要动，然后用这只手去拍它，可以吗？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多粉？懂不懂？这样子你懂了吗？一只手不要动，一只手拍，对，对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再来，太少了，粉太少了，用力来。好，没有了，把这些弄完就好了、哦。你都没有粉下来，姐姐。有啊。没有，才那么一点点。我这样轻轻拍就有了，你都没有拍，偷懒哦。姐姐，你在睡觉吗？好，认真一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拍照。来，用汤匙这样刮刮，这样刮刮也可以。来，来，你的左手，左手拿着，好，右手这样刮，右手拿汤匙刮刮，啊，掉下去了，真的是。来，拿起来，啊，刮刮，刮里面，刮刮，对，这样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终于有粉了，哦，我们鸡蛋终于有粉了，天哪！等一下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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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把粉用完，快，我需要你的粉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拜托，需要你的粉。请你们学府做蛋糕很悠闲哦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粉下来了吗？好 ，perfect， 来，放里面。好，放里面 ，OK， 好，放着。那。好，等一下，做蛋糕都会这样子，没关系，先等一下。不用，好，你先擦，先擦。我们把粉都拌进去里面了。好，接下来会做什么动作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牛奶这个保持温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烫可以丢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你搅，马上给你搅，你先不要动，我们这个放这里，对，好。然后我们的巧克力这个过来要几度？我们刚刚加热到五十几度了。二十度，六十度。来，我们要加一点点酒，我们需要加一点点酒，对不对？请稍后。请等候，请等候。请稍后。请等候。请稍后。请等候。我们把一点点酒加到那个巧克力的里面，一点点。是黑的，对，这个叫什么酒？莱姆酒。莱姆酒。兰姆酒。兰姆酒。我们就把酒放进去这里面，搅拌搅拌搅拌。你看，啵啵啵啵啵啵，滋滋滋滋滋，来，不要碰到这个抹布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把这个巧克力拿下来了。好，不烫，但是小心。我们这边大概有几度？五十一度，五十一度，五十一度，看一下。我很急，很想吃，没办法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慢囊中穴府，来，好，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巧克力是这样子的程度，亮亮的，好，这里面有奶油、牛奶跟巧克力粉，妈妈五十，好，五十一度对不对？五十一度对吗？好，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放进来，请稍后，请等候，好，请等候，来，请你帮我搅拌哦，请你帮我一直搅拌，一直搅拌，我们要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停，我们要把这个。蛋糕糊放一点进去，好，请你搅拌，一直转圈圈，一直转圈圈，好，一直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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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到全部都巧克力的颜色，转转转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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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不够，不够，再来，再来，一直转，
好，来转中间，我们要转中间，这样子。旁边。我们转中间比较重要，中间。你看，我们这样子转，基本上巧克力没有消泡的感觉哦，反而它们融合在一起了。为什么要有温度？就像人跟人在一起要有感情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没有感情，人跟人是不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交朋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吗？好，我们再挖一点给你哦，来喽。好，好，继续搅拌搅拌。我们多拉姐姐今天很棒，我们给她拍拍手。好，搅拌搅拌，继续搅拌搅拌。我们巧克力有奶油，有牛奶，还有可可粉，都是容易消泡的东西。然后，但是我们现在多拉姐姐在搅拌，你看她拿着多拉姐姐搅拌器，就是这个。多拉姐姐搅拌器有两种，赶快继续，我在讲话，你不要停。炫富，你不可以停，你知道吗？炫富偷笑。好，好，可以下来一点点。然后搅拌，我们有两种尺寸的哆啦姐姐搅拌器，这就是给小朋友用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嘿，小朋友用的很方便。大人是要大的。对，大人是要大的，对吗？好，来，请继续搅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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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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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，OK， 停。巧克力的颜色了。好，我们的巧克力面我非常稳定，并没有冒泡泡的现象，非常的稳定。好，等一下。我要讲漂亮。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来，我们把它放下来。停了，你看哦，我们把这边弄好的放下来。它变成巧克力变的。对，我们就全部都是巧克力的。我们要做巧克力蛋糕。chef， 你等一下还有一个动作哦，还有一个事情要请你帮忙，就是我们的烤模在哪里？我们的烤模在哪里？在这。chef 的烤模，好，请把烤模拿出来。然后把巧克力倒面糊倒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搅拌均匀。那你有不喜欢烤模脏脏？对，我不喜欢烤模脏脏，所以我们都会铺那个。好，你想办法把它铺进去。你看，连豆儿姐姐都会了。所以这个垫子有没有很好用？这个围边布有没有很好用？有，超好用。好，朵拉姐姐，请你再把它拿出来，把那块布拿出来，这块布拿出来，圆圆的布拿出来。来，等一下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布拿出来，你教大家怎么把它放进去，怎么放，请大家看好喽。朵拉，你今年几岁？可以告诉大家吗？五岁的小朋友他也会放哦。妈妈有没有教过你？有哈啊，怎么放？放进去？没有教过你哈，请放好，请帮我放好，因为我们要放烤箱了，我们的面糊准备好了。小姐姐左撇子好像是，他没有固定的那个，好了吗？请问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我们现在面糊非常的稳定，没有冒泡泡。好，那这种情况的话，基本上这个面糊就会是成功的。好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试验大成功，有多拉姐姐帮忙，真的大成功，好了吗？好。塞进去，然后发现这一片这样子，我们就把一边压进去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一边要被压住，一边那个才可以。好，那你可以帮我把它倒进去吗？等一下，请稍后。等一下，我们称一下我们的面糊会有多重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归零，等人听。好，归零怎么归 ？OK， 你会归零了，来，请帮我倒进去，刮刮刮干净。怎么倒？因为它没有消泡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多拉姐姐这样慢慢来，对不对？不用紧张。如果有小泡，就给妈妈。对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们这个量刚好是一个15公分圆模的量，好了吗？轻轻的，你是左撇子吗？请你用右手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拿盆子，请你用右手拿刮刀，右手拿刮刀，好，刮干净。你们在学校吃饭是不是也要刮干净？怎么刮？轻轻的，不要刮出盆子外面。我们的烤模在哪里？好了吗？好，可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我教你哦，你看好了哦，你看好，我们给大家看怎么刮，就沿着这个旁边这样刮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停着刮，有没有这个铲子往旁边？没关系，等一下洗洗手。好，不能吃。不行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抱过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反方向不容易。好，我们这个面糊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棒，因为我们加了很多的奶油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奶油加多少？50，牛奶加50，然后面粉加多少？面粉是70还80？忘了。70。好，70。然后鸡蛋几颗？3颗。3颗。糖多少？60，糖60，其实不多，因为原本的配方是100，
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酒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怎么样打蛋白，对不对？打完蛋白之后加糖，然后打蛋白是这个，用这个大的，对，打蛋白用这个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打完蛋白，哎，我们的总重是368克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划一划。没关系，368，然后我们先把它送进烤箱。好，等一下我们，然后我们的那个量大概是在膜以下的1公分左右的量。好，就这样，这是15公分的圆膜，我们送烤箱。84个人了。哇，怎么这么多个人？91个人。怎么那么多个人呢？93、94。然后我们设定就是95个人。我们放中间那一层，然后我们设定就是好。我们刚刚复习一下，朵拉姐姐，你可以跟大家复习一下刚刚的动作吗？先打几个蛋白？3个。3个蛋白，你有帮我打鸡蛋对不对？是不是你有帮我打鸡蛋对不对？然后打完蛋白之后要做什么事？把蛋黄加进去对不对？蛋黄加进去之后再一直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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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到没有泡泡，然后很细致的时候再加入面粉慢慢拌，对不对？加面粉，你刚刚是不是这样子拍？这样子拍有没有？你看我这样是不是这样子拍？把面粉拍进去，我们慢慢拌进去，然后再加什么？奶油、牛奶跟可可粉。可可粉多少？20。OK， 好，那你跟大家说拜拜，等一下请你们吃蛋糕。拜拜，等一下请你们吃蛋糕。79个人。你说谢谢大家收看。谢谢大家收看。拜拜。啊，你要不要唱歌给大家听？要不要？要变一个人了。快点，要不要唱歌给大家听？不然大家要走掉了，快点，要不要？不然就再见了，我们谢谢收看了，拜拜。不要。好，那你跟大家聊天。你要是唱这首歌，换一首啦！你这个已经老掉牙的歌了，换一首。才没有。有老掉牙了，都掉牙齿了，都掉牙齿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跟大家拜拜了啦！好，拜拜拜拜。不要。好，那你唱歌给大家听，我来洗碗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 ？A B C D E F G H I J K L O P Q R S T U V W X Y Z， 牛奶、牛奶、A B C， Next time won't you sing with me？ 还有吗？下一首。好了吗？可以帮你洗碗。好，拜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